各位亲爱的戏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主办、京剧魁北克承办的戏曲沙龙公益活动。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每周六晚的戏曲沙龙公益活动了。众所周知，戏曲是中国四大国粹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与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在世界的剧坛上占有其独特的地位。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一起去传承、去发扬光大。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京剧魁北克的帅哥啊，全子先生登场，为我们主持今晚的戏曲沙龙。有请全子。嗨，大家晚上好。就像吕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又到了周六，又到了这个我们要唱戏的时候了。今天好像是根据中国的农历立秋了吧，一早一晚你会可能是感觉有点凉，但是这个白天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啊，还是夏天。我们继续享受这个夏天，我们继续唱戏。闲话不说啊，首先呢，今天我们先请京剧魁北克的高博华老师给我们来一段京胡独奏《西皮小开门》，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沙龙演出。好，欢迎高老师。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立秋的日子，我先祝愿大家呢，这个秋安。尽情地享受加拿大秋天的美景。好，我给大家来一段小开门。谢谢高博华老师，这个惊呼一响啊，马上就进入到这个氛围里边去了，马上这个演唱的这个感觉就有了。好，下面我们谢谢高老师，
下面呢，我们请京剧魁北克的傅立给我们演唱一段京剧《女乞介》里边的一段重老伯，他说冤枉能辨，这是一段反二黄的慢板。好，有请傅立。谢谢主持人。Thank you.
谢大家，太不熟练了，是吧？谢谢富丽，这一段儿这个反二黄慢板，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您说你不熟练，我没有听，我听不出来。我觉得唱的真是非常的好，把人可以完全带到的那种境界当中去，把这个是苏三是吧？这个心情演绎的非常非常好，谢谢富丽。下面呢，我们要请京剧魁北克的 Mandy 给大家演唱一段老旦的唱段《吊金龟》里边的“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这是一段二黄的原版。好，我们有请 Mandy。好的，谢谢主持人全子。蒋正义，我的儿非常非常好听的一段儿啊，Mandy，我感觉 Mandy 让我最喜欢的、最值得我学习的，就是每次都特别的情感上特别的投入，所以呢，唱哪一段都能特别感人。然后呢，像这一段唱词，大家也看到了，这出戏大家可能也熟悉。这个我觉得京剧这里边。真的是在宣扬一种中国传统的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说这个忠孝啊，刚才讲的这个忠贞啊，这个夫妻的这个忠贞，因为我们是这个，起码我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因为就对这些东西都特有体会，因为多多少少的都会影响的平时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这些东西其实是在我们骨子里的。我们还是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还是比较赞成这些东西的，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对，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喜欢这个京剧，喜欢这些故事。他教真是教你一些个这些做人的道理啊，挺好的，很朴实，但是又很真实啊。谢谢 Mandy，谢谢 Mandy。谢谢，谢谢。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越剧啊，由那个京剧魁北克的老朋友杨凌宇。给大家演唱一段《凄凉辽宫月》，一弯冷月照宫墙。好，有请凌宇。
今天晚上好，主持人好。Thank you.
谢谢凌云，这一段乐句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我发现这些京剧也好，乐句也好，怎么都是好像比较悲的段子，坐这老听的感觉要难受，要流泪，要哭的感觉，一段比一段凄惨。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喜庆的段子，下次。下面我们就是我们例行的每周一次的节目，请这个我们京剧魁北克的艺术总监景先生来给大家聊一聊。为了可不是一点儿，有好多点儿啊，全是干货。那我觉得我们平时学戏，然后呢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到这儿来实践，我觉得真是的。先生说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理解，而且对我们都非常有启发，所以我就为什么说都是干货。而且我发现这个群里的人也都是沙龙的人，也都是爱戏的人，有人自己学自己唱，都希望唱得更好，然后呢还有一些喜欢听的朋友啊，每次都到啊，我非常大家一块玩非常开心。我都是实话实说，你比如说今天这个景先生讲这个还得练嗓的时候还要练低音，这个我就基本上没有注意到，以前可能老想追求高高，越高觉得就往上练，没想到啊，有的时候还得往下练，这个我觉得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些个忠告。另外景先生那个说的我觉得让我们心里也特舒服，这个出了毛病很正常，大家不要太沮丧了。我们你不出毛病谁出毛病，因为你在台上唱，我们以后就是要是尽量少出毛病，确实是真是这样，有时候就唱的不好回去很难受，那个以后我们可以就是给自己一点安慰啊，景先生都说了没有关系，唱啊。现在这样吧，下面那个大家休息一下，我给大家唱一段啊，给大家唱一段吧。文昭关里的一段二黄三眼，一轮明月照窗前。我看刚才也听景先生介绍了这么多，都试试啊，看能想到哪个记住哪个，就试哪个，就努力啊，多注意。
江水淹呐，我好比哎呀长空烟，我好比龙游在前沙滩，我好我比云儿断了风线，我好我比波浪中石朵里长短，谢谢大家。好，好，好，这个还是有一个地方唱的，也像刚才景先生说的，没唱好啊，思来想去那个想，没唱好，没有准备好。好的，下次唱的更好一点。好，谢谢大家。然后我看一下啊，好，下面我们请这个还是京剧魁北克的老朋友了，阿彩先生。给我们演唱一段黄梅戏《女驸马》里的一段《花园会》。好，有请阿彩先生。好嘞，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我今天唱一段，这是一个黄梅戏的大戏啊。以前我唱的有一段时间，我唱的都是花间小戏，这是大戏《女驸马》，拍过电影的。我来唱一段啊。李郎镜中一别，岂在有余？不知弹上公婆弹太公。爹爹亡故，亦有不在，弹上老母太堂姐。分手之后音信全无，这些年来不知你们贤妹呀。佛早陷海回乡来，三间茅屋比火灾，贫贵
是十郎哎，国父崇敬靠野菜，落叶天心两古怀，大花脸送母名千来见，先贫我宁愿我死也不来，你们你们就要把妻分且我是我死不上门，纵然十二爹你爱心难埋恨，也不能保错了小妹待正因为丢不开贤妹的恩和爱，双手接过玉麒麟，好像阿彩大哥网络不太好是吧？阿彩大哥应该已经下去了，那全子我们接着进行吧，接着往下进行。好吧，没有关系，这个网络上发生这种事情也没有不可避免的。好，那个，那下面这样，下面我们请这个京剧魁北克的妮娜给大家演唱一段《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成。Next, we are going to have Nina from Jingju, Quebec. She is going to bring us a piece from the 贵妃醉酒海岛冰轮
初转堂。Let's welcome Nina. Nina, it's yours. Thank you. 大家好。网断线了，来掉线Thank you. I like what you did. Your voice, your background. That's exactly the background that gives you the atmosphere to help you to get into the atmosphere, the mood. Oh yes, it helps. Yes, beautiful. A lot. Well done. Nina, I have a question. Actually, I'm curious. Yes.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practiced or this piece? Every day it's always practice, especially after when pandemic start, since we have to wear the mask, the cold out. Yeah. It gives you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even more.
Yeah, that's great. I can tell. Must be hundreds of times. Yeah, yeah, I love 你那唱的非常非常好，真的我。谢谢。我可以说这一段，因为我其实对青衣的东西就是了解的并不多，但是这一段我觉得好像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我觉得就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古典美人的那种劲头，那种全都在这个唱段里了。哎，妮娜把她演唱的这种程度真是非常难得，非常好。而且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好像有三段都跟月亮有关的啊。古人很有意思，他们好像是老是能这个对着月亮有很多感想啊，好像唱太阳的并不多，是不是？好了，闲话少说啊，那个阿彩没有关系，那个我们刚才知道你那个掉线了，所以我们就往下继续。我掉线了，我们对，没有抱歉抱歉，掉线了。那我们猜到了，所以我们就往下进行了。这个我一直在唱，但是我没断，但是掉线了，没办法。我们听不见了，我们看不见你了，没有关系。这个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您就唱了那一段，其实我们都已经可以听得出来了。这个瑕不掩瑜，真是非常好，今天唱的非常好听。下面呢，我们请出京剧魁北克的月红，给大家演唱一段《凤还巢》。日前领了延亲命，好，有请月红。好，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哦，第一次唱这个西皮慢板，很长的一大段，有点紧张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请大家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啊。Thank you.
中间唱错了一点，不好意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叶红唱的非常好，你看大家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大家都非常喜欢，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这段真是的，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真千回百转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着急，就在那唱啊唱啊唱啊来这，然后你要配合这个剧情去听，我觉得真是非常美好的东西，真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好的，谢谢主持人。几不客气。然后我原来觉得好像老生不好唱，我听了这段发现这个轻音更难唱，怎么这么多弯啊？但是对，这个慢板吧，就是特别的难。但是我觉得这个韵味就全在这里边了，真的是非常好听，这个唱腔的设计。好的，
下面呢，我们请这个高博华老师再给我们演奏一段京胡独奏《西施》里边的《南梆子》。好嘞，有请博华老师。Thank you.
对不起，我刚才接了个电话啊，忘关了静音。这主持老也不主园子，你持，没我有放声心。音。好，能听见吗？OK，我这个刚才忘了关这个静音，然后接了个电话。我发现这主持也得老主持，要不然都不习惯了，不习惯关这个静音。非常抱歉啊，事故。谢谢博华老师这一段南梆子。这段我这个还真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儿，我看了一下，挺好玩的。这个偶遇那范大夫西边相见，他劝我国家事宜报仇为先。听着这范大夫有点不是什么好人啊，这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观点来看啊，开个玩笑。啊，下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请出我们这个京剧魁北克的吕老师。给我们演唱一段京剧《金玉奴》，作为今天晚上我们的结束。好，有请吕老师。谢谢。
武艺人把天亮丧尽，我也难。谢谢李老师的演唱，啊，我们是一边欣赏一边学习啊。您的这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示范啊，我们从里面能学到很多东西。今天的演出呢，到此就都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演唱，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参与，可光临，就有很多朋友经常来，但是好像没有唱过，以后呢都可以来唱，没有关系。沙龙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地方来开心，来练习，学生们同学们可以练习，那其他的票友啊戏迷啊大家都可以张口来唱，大家可以开心。别的我就没有什么可说了，李老师您看还有什么事吗？交给您吧，谢谢大家。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大家都辛苦了。